看爸这么神秘的模样，不知道还要做出什么恐怖的事情。不过你怎么能这么肯定说武山集团的股票因为你一个炸弹就直直落？就算说你有造成阿爸孙爸海也不会给我，伊即马这么万分你，一旦有啥物状况，一定会落在你的身上。伊讲要甲伊拢总好起来，恐惊无遮尼简单。这放心啦，我自然有代志，互孙爸海去真无闲的啦。你着照我的范围去做，其他你唔免烦恼，因为吼，我甲蝴蝶这张牌。蝴蝶，伊甲武山集团有啥物关系啊？利用别的一间，所以到底是安怎？是客用的声音，是跟什么人在讲话？江老师，你别再叫是讲哦，你伫个日月星当主回家的家，就要砍断武器集团。利用哦未来城来报恩无极，我跟你讲，代志无这么简单啊！我跟你讲哦，我找你来参详是给你面子哦，那不是因为我，你无极集团哪有可能对未来城插旗？你嘛唔知好歹哦，唔知好歹人是你啦，你讲话就讲话，其他同事真是无品诶。林子健，你真正是爱哭爱跌落呢，强客强行地，你又跌啊跌哦。夫唱妇随，不听过是吗？我来找我的红事，有啥唔对？哦，强客王啊，我看你今麦真正变成母弱啊呢。你看这里林子健啊，那恰查某，这么欠家，你真正拢让伊吃死死啊，一点啊思维判断能力都无啊。江道生，你真正足唔知影干件，你讲伊无能力。今日若不是启勇知影轻重，早知大家为着你这笨手，甲手拉杀去，你早就让人倒倒饲鱼啊！敢有才调徛伫遮，用启勇来出气？拉杀去啦！伊这种人哦，作恶多端，早晚会有报应。莫甲伊讲遐济，咱来走。在因团目睭内，有看到李子健在后边偷听，啊，若无代志就别扛啊！哎，啊，不过拄只听到因团讲，我做有多端，早晚会有报应，为了口中讲出来话，我是。讲坦白啦，我是想要把武山集团归拢吃落来，所以需要你来斗三工帮我完成啦。啊，江总裁，你是不是误唔对啊？我甲武山集团一点啊关系拢无啊，你想怎要找我合作？连你家己都安尼想啊，你表示讲哦，我的决定是对的啦。江总裁，可能哦，我之前拢在照顾少怀，啊，对上业界了解无你遐尼啊多，你是不是会当讲我清楚，你到底是想要创啥？啊，若无，我真正听无呢。你是卖着急啦，等你答应我了后，我自然甲你讲，我即卖会当做的哦，就是，来，先甲任务。完成了，你应该得到钱。好哩。这么多钱啊！你是在骗我？我骗你是要创啥啦？你嘛知影武山集团偌济价值啦。假使讲吼，这计划若完成哦。
迄、那个利益咯，早就超过这31亿啊啦！我是感觉讲，我即摆互你介绍，应该是真诶好啦。啊，不过这么侪钱，我真正唔敢收啊！你若唔收，啊，你甲陈东俊是要哪饲恁个囝？你知影我有囡仔？我嘛知影，你甲陈东俊想要手卡洗手啊，无想要国家的来，阮这几个集团的权力斗争啊！啊，我真欣赏哦，恁急流勇退的这个勇气。国家来讲啦，会当过平凡的日子，嘛是一种幸福。哎，国家来讲哦，有心哦，上快乐是一时的啦。你敢有想好要安怎面对未来的困难？我甲东俊会做伙面对。用讲的较简单啦，你甲陈东俊两个人哦，那台拢空空的，是变哪过生活啦？你莫继续讲，有囡仔了后，就会当清楚王子跟公主永远都幸福快乐的过生活呢。我不安尼讲。讲得现实的啦，目睭闭紧哦，看到的就是爱用钱啊。敢讲以后你要排行业去母婴商店偷摕人的牛奶粉，还佫尿珠啊，啊，等你厝的，大家甲陈东俊啊，为了钱来冤家，闹到离婚了后，你哦，真爱囡仔的心，迄时阵绝对会抢着抚养权啦。啊，做一个人人拢懊恼、坚强、阁勇敢的单亲妈妈，哎，啊，不过你无一技之长呢，你是爱你的囡仔在你家靠是吗？嗯，我唔是在甲你吓惊啦，那就讲哦，贫贱夫妻百事哀，尤其是哦，由奢入俭难。您拢已经过惯习这种好家人的生活，怪恁回去过一种平凡老百姓的生活，你感觉到适应？来啦来啦，对啦，你放心啦，我唔是去叫你做啥物台人放火的代志，你就当作是替囡仔做一件代志啊。但完成任务了后，你甲陈东俊，恁一家三口就会当永远远离这种浑浑噩噩、逍遥过日子去啊！我甲你保证啦，等任务啊完成了后，我就袂阁去找恁两个的麻烦啦。敢会当，搁予我考虑一下。当然会啦，啊，不过时间有限。天后进前，你得爱予我一个答案，若无，你就当作我从来无甲你讲过这件代志。爸，我这里未来的到底是小弟的小妹啊？问遐多要创啥？啊，不管是小弟啊小妹吼，规日你拢是做人的大兄的啦。哎，对啦，啊，你的大兄是不是应该爱有上见面礼啊？无烦你啦，今日买所有物件哦，都交你买单。爸，你真好搞骗呢。哦，啊，今麦买的物件哦，你的囡仔、我的囡仔拢用得着啊，无需要再计较啊。好啦好啦，拢都是我的，行，买单。应该不欠啥哦，应该拢差不多啊啦。来，阿华你结账。好。总共是18220元。哦。无啊。都要跟你讲生笑的啊，那我可能真正让你出钱，我来啦。
稍等一下。我小姐，你买来买婴儿用品啊？是啊。哦，啊，看你买这么多战利品，你是囡仔，嘛无你手软哦。亚杰甲晴天哦，拢准备要生啊啦，啊无赶紧准备遮物件啊，袂用食。晴天哦，着准煞。啊，王亚杰囡仔毋是你的啊，你搁遮尔啊白个啦。做变老爸，做甲遮尔啊欢喜哦。相公囡仔毋是阮爸的，这囡仔生来就姓母，就是阮母家的人。不管怎么说哦，王亚杰巴肚里的孩子都是冬俊的，跟我同样的。以后哦，你的孩子跟我的孩子也算是兄弟啊。冬俊若是知道你这么疼惜的孩子，一定很安慰。这个孩子跟陈冬俊一点关系就没有，是好啊，妹啊，是要我等多久啊？拍摄拍摄，马上就帮你处理。会演哦，不是讲切断就会当切断的。你替冬俊饲囡仔，还佫买这么侪物件好伊。我伫遮哦，就替冬俊甲你说多谢。请你莫甲我囡仔甲陈冬俊牵做伙。亚杰佮伊早就已经完全无关系啊。虽然哦，我从来唔捌见过阮妈，啊，不过我看过伊的相片。尊公，你甲伊生得足相像的，啊，不过你的气质啊，甲伊真差足济。无唔对，小义公哦，相由心生。头一面我看到伊哦，感觉伊做参军有方的，啊，不过即卖哦，完全无伊款的感觉。因为伫我的眼内，伊甲有方根本就天差地别，无法度比。先生，你的发票跟信用卡。好。我真无想要甲死人比，你一直替我甲伊比，才让我感觉硬气。啊，那呢哦，我甲你回绝失礼，我保证，以后哦绝对袂替你甲有方比啦。啊，若无有方在天之灵，知影你的所作所为，伊咪感觉受到侮辱嘞。是侮辱啥？免讲到遮尔好听，袂输哦！你有我痴情，你若是遮尔痴情，是安怎甲伊生囡仔，阁歹甲伊结婚啊？你哦，就是伫咧拖时间。啊，不过冬俊就无共啊，伊是知影我有心啊，马上就要甲我结婚啊。像是真爱，像是虚情假意，无比较就无伤害。太岁，太岁。陈东俊，迄种卡哦，你马当真厉害啊！哦，你欢喜就好啊。什么卡？大伟讲清楚。陈东俊哦，四界招蜂引蝶，讲好听诶是找寻真爱，讲歹听诶就是乱枪打鸟，想互伊拍掉就是伊猎物啊。什么猎物啊？恁爸这是叫东俊不爱爱的王亚杰做白老爸。东俊若是乱枪打鸟，那恁恁爸。就是捡鸟屎的土狗啦！哇，听你讲话哦，真正做阿杂的啦。好啦，随在你讲啦。非得你一个吼，就是偷翁的锦衣养小王，啊一个用心计较要害死家后煞双头空，恁两个有够速配的。我就叫两位吼，百年好合，六畜兴旺。什么六畜兴旺？你叫一箭发财？我叫你慢一户。哦，啊，麦该会会，那来走。新太竟然讲我甲冬俊囡仔是亲生，真正讲到。好啊，既然你这么看我无起，我就给你一个架势，让你后悔啊！今仔日安尼对我讲话。喂，江总裁，你跟我讲的代志，我已经考虑清楚了。